材料清单：玉米淀粉200克，低筋面粉200克，无盐黄油130克，玉米油80克，糖粉80克，盐2克，熟蛋黄4个。黄油是温软化，鸡蛋煮熟的用，软化的黄油加糖粉用打蛋器打发，蛋黄捞出，筛入黄油中，继续搅打均匀，一点点加入玉米油，完全混合后再加第二次，以此类推，边加边打发，打发到呈乳白色奶油霜状即可。玉米淀粉、低筋面粉、盐混合后过筛，与打发的黄油一起搅拌至无感粉，用手捏成面团放入保鲜袋中，按点放入冰箱冷藏一小时。从冰箱取出冷藏好的面团，12克一个揉成小圆球，排入烤盘中，用拇指按住小坑，烤箱预热170度中层15分钟左右。